咱今天用红萝卜头豆豆角做道美食。把这豆角切成小颗粒，切好豆角搓到盆，切点红萝卜丁，把这豆角搓到一顿，再切点土豆丁，这土豆丁也搓到这盆里，里边打鸡蛋，加点花椒粉，加点十三香，盐，再加点食用油，用筷子给搅拌均匀。加上面粉，再给它搅拌均匀。给它揉到一堆。给它团成团子。上锅蒸20分钟啊，蒸熟。我又加点蒜末，加点香油，加点辣椒油，加点醋，把它搅拌均匀。这菜团子都蒸好了，看咱这蔬菜团子，又营养很健康，很好吃。弄来这辣椒蒸。